好了，我们现在来了一楼的埃及馆哈，古代的埃及哈 ，Egypt Ancient， 嗯，就在一楼大厅哈。先看它的入口啊，它这一进来就是一个坟墓，看到没有？埃及的坟墓，因为它的那个法老的坟墓是很有名的嘛。哦，这狮子，这倒不是狮身人面像，但是有一个狮子啊。看看它一楼的大厅，先看看，嗯。它就是在这个埃及的尼罗河边啊，尼罗河边啊，看到没有？然后挖掘出来的啊，这些陶器，还有它的那个坟墓，看到没有？这一来就是它的一个大的坟墓啊，埃及的古埃及的坟墓，嗯。来，我们在这坟墓里边来看看啊。先看看这个，哦，这墙上的壁画，嗯，哦，哦，这坟墓里边的这个 top 里边那个一些陪葬品哈，嗯，挖出来的。哇，整个还是很壮观的哈。要看真正的坟墓的话，要到埃及去看，嗯，尼罗河畔。哦，这是他的那个木乃伊棺材嘛，棺木。嗯，埃及的话就是离不开木乃伊，你看，这是女的嘛，是吧？嗯，如果男的话就有这个国王哈，然后这个有王后嘛。嗯，男的女的，来，我们从这儿进去哈，从那这儿进去看一看。嗯。哦，这儿有一个画，是吗？就是这个木乃伊啊，怎么样挖出来的哈？这儿有一个画，照片啊，也可以看一看，哇，怎么挖掘出来的？嗯，这埃及的大厅，哇，这壁画，这有点像是又是狮身人面像哈，有点像啊，这个，嗯，哇，你看这各种各样的就是挖掘出来的坟墓啊，壁画这些啊。来，我们在这里边你看看，African Oriental Civilization 啊。非洲的。这是一个非洲地图，非洲的埃及，这主要是埃及的哈，埃及你看这非洲这个东边，非洲的东面啊，尼罗河看到没有，贯穿着尼罗河，然后它的文化嘛，嗯，这也是埃及的棺木啊，坟墓，它主要是尼罗河两边的坟墓特别多，所以它把那边的两这个搬过来哈。嗯，埃及的雕塑。
个这个模型啊，他们挖出来的这个模型。好。哦，这里是他们的坟墓。陶器啊，挖出来的这个陶器，还有这个雕刻哈、啊。哦。这都是埃及馆啊。埃及馆的棺木特别多，你看，到底这是石的棺木吗？石头的棺木，看到没有？好大个棺木，石头的。嗯。那我们再看这边。哦，它这是，哦，尼罗河两边的文化。哦。看到上面那船呐、啊，哇！那下面是模型，嗯，他们的生活模型啊，怎么样生活的啊？看，怎么样生活的？嗯，牲畜、牛羊啊，然后这是他们的划船嘛。埃及哈，怎么样生活？崔尔认识的时候说没有男朋友，我现在就是单身，有几个哈尔滨。哦，这儿有个大的棺木，好看看。哦，巨大。看一下，好、哦，算了，来看这边。哦。哦，来看哈，这是埃及的这个雕塑哈，看它是。可能有法老啊，男法老、女法老啊，嗯，这边还有，这边是女的，男女法老，来，我们在这个旁边看看哈、啊，哦，这是他的木乃伊了，木乃伊啊，来看看他这个棺木，棺木啊。这个埃及的这个文化是很丰富的，所以这个埃及的场馆也是非常丰富。哦，这它的蒲草纸嘛，哇，织的布，衣服啊，衣料，哇，这衣料是这个蒲草纸，这它的蒲草纸，也就是记录文字啊这些，全是金的了，
新的那个鞋，还有带着身上的装饰哈、啊。嗯，这边也是。哇，古埃及的。哦，这里是他的古埃及的棺木和那个雕塑，看没有？棺木盖上的。然后我们再看这边，哦，这边是他最大的墓地哈，看没有？他两个法老，一个男法老，一个女法老，哇，这个才壮观。嗯，这个壮观，嗯，嗯。他这个有点模仿他的整个搬过来的哈，他就是模仿他的那个当时的这个场景啊，你看好高啊，他就，嗯，看，哇，好壮观。这两边就中央公园了，看旁边可以看到哈、啊，看春天来了，很多人在中央公园玩了哈、啊。然后这旁边是第五大道嘛，嗯，中央公园，它这个地方环境非常好 ，very good。哦，这旁边还是雕塑，你看这个埃及的这个馆啊，非常丰富哈、啊，主要都是以它的陵墓为主哈、啊，因为你在尼罗河旁边去看也是看它的陵墓嘛，它的那个法老啊，对不对？的陵墓，所以它这里也是，你看它这里旁边啊，这紧挨着的旁边啊，你看好几个这个陵墓啊，都是陵墓啊，看这是他们的这个棺木啊，看这是他的棺木啊，看这女的男的棺木，嗯，都是他的棺木。嗯，全是棺木啊！嗯，完全是棺木啊！所以说，你看这外面也是，看没有？所以我们今天参观一下，这个真的是很壮观的修的。嗯，这个大厅设计的好，来我们看看。嗯。哦，看没有？它这个是从哪里发掘出来？它这里有，啊，它上面是开罗，下面是卢克索，就是基本上是这个尼罗河沿岸，看没有？尼罗河沿岸，还有这个发掘出来的，嗯，卢克索，然后这个阿斯旺啊，看没有？它这里有个图，嗯，就是说这个来源是从哪里来的哈、啊？就是埃及的尼罗河边啊发掘，然后搬到这儿来的，嗯。壮观，好大，嗯，它就基本上是尼罗河旁边的圆形啊，搬到这儿来啊，嗯，哇，嗯。哦，这个也是，嗯，哇，这个埃及古代的这个皇帝啊，真是在他的陵墓上真是下功夫了的哈，看，真的是下功夫的，好大，好壮观哦，嗯。
看他这个 building 也修得好，好像是专门为他设计的。旁边啊，专门设计来摆放这个啊。我们就走进来看一下哈。里边就不能进去了，只能在外面看看啊。里边不能进去，它就是莲花，哎，你看它上面的莲花的新的，有点像那个路克索啊，旁边的那个，我们再从这个正面看看哈，哇，好壮观啊哈，整个正面看看，看这旁边，真的设计得很好，very good。那旁边就是那个中央公园嘛，春天来了哈。所以好多人在公园里边玩嘛，看看这个大厅，哦，这还是棺木，你看，各种形状的棺木，这又是棺木，这有一个狮身人面像哈，狮身人面像的雕塑哈，是法老啊。然后这上面也是有一些，你看这个陵墓上有打的图片，有雕塑哈，狮身人面像。整个大厅哈，对着埃及的陵墓大厅哈，这是最值得看的哈，埃及的这个，因为它古代历史很长嘛，所以说也是很丰富啊，很丰富的历史，所以说这个所以说内容很丰富啊。